当时拄过七点，南投县国民党部就放炮来庆祝南投县的正副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得到全面胜利的好消息。为着会当党部来关心总统以及立委的开票选情，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也开辟了全国票数统计开票现场。下晡五点也被告，着有真侪党员拢来到县党部来关心总统甲立委选情。县长李朝卿也伫六点外就来到党部关心票数，两组总统票数一度真接近，让大家拢感觉真紧张。一直到将近七点，马英九票数大大领先，所有党员才表现出轻松的表情。一直到暗时七点，由县长李朝卿召开记者会，来宣布南投县国民党在这次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当中双双胜选。大家真欢喜哦！嘿，我们南投全力打，好，对不对？咱的竞选团队，大家辛苦啊，辛苦啊！就是恩爱对咱南投县区的南投县人，和咱国民党诶，更有一个信心。会长关键李朝卿以及议长何信芳也表示，这次会当双双来胜选，是因为马英九、吴敦义以及立委林明晴、马文君平常时就伫南投县积极建设，和大部分南投县民相当认同因的努力，选择继续来支持。在南投县呢，我们打出的是，在最近这几年马英九上台以后啊，能够给我们。这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尤其南投县是以观光和行销农业为主。那我们这几年呢，我看到我们乡亲在这方面，我们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想这个影响到南投这一次能够大胜利啊，应该有关系。这表示咱南投县人对国民党也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两个立委会叫继续甚至阮议会过来个建议，拜托因对咱南投县会使去争取更加多。来配合南投县，来建设咱，让咱南投县的百姓会使过较好的生活。最后，南投县在总统选情部分，马国以将近160,000票赢过应届十几外万票，赢了拢总35,500票。县长李朝卿阿母也甲议长何宪芳、南投市长柯淑华做伙来切鸡两个，欢喜庆祝金安国民党在南投县的再度胜选。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